由湾区侨界人士所组成的金山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即将在10月6号星期六早上10点10分于南湾 Santa Clara 举办一场庆祝国庆升旗典礼。国庆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的社团，我们现在的委员会总共有60个国庆委员，基本上有30位团体委员，30位个人委员。那国庆委员会当时的成立呢是在当时1978年中美断交的时候，在我们海外呢有一群非常爱国的侨胞，他们呢就希望能够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官方的地点能够庄严的把它升起来，所以呢经过了一大段的时间来筹备，就最后呢终于呢就成立了国庆委员会，所以就能够在我们海外呢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升起来。那今年已经是第41届了，所以是第41年，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持续传承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爱国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升旗，能够参与我们共襄盛举。而为了鼓励支持中华民国的侨胞参与，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了精美的纪念品。中华民国107年南湾国庆升旗典礼，我们要在10月6号星期六的早上，在10点10分在 Santa Clara County 县政府广场举行。那今年呢，我们除了有精美的餐盒赠送之外呢，我们特别要赠送侨胞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价值的一个国旗小钱包。我给大家稍微展现一下。那除了这个国旗小钱包呢，是赠送给来参加的每一位侨胞，当然是有限量，我们准备了差不多有1000个来赠送，所以希望大家那天能够来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升国旗。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小国旗书包、小钱包之外呢，我们还特别要赠送我们的侨胞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书包。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书包呢是可以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然后呢比较大，也可以很方便的放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一个小比较大一点的书包我们当天也会赠送。可是呢这个量是有限，所以我们呢就要用一个抽奖的方式，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侨胞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欢庆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一起来参加升旗典礼，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留下来，我们来赠送，用抽奖的方式来赠送这个更大的书包。时间是在10月6号星期六早上10点10分在 Santa Clara County 县政府广场举行。我们希望大家侨胞都能够来展现你的爱国心，共襄盛举。